被截弯取直啊，之前的肉粽都被丢掉了，浪费掉了。哎，一条死鱼，那边两个会流，中间这一块应该不错。这边吗？这边从挡住了，挡住风，这边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这一次抓到更多只。那继续用蟑螂 ，OK。过冬的阿特别丑，上新的又大又肥的阿虎，大肥猪。拜拜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伍佰啊。今天风还蛮大的，那个浮标讯号不好判读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吧。OK， 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